圣安妮教堂啊，圣安妮教堂。那那个圣安妮教堂最出名的东西就是它这支钟楼嘛，1722，对，1726年。去里面它有资料可以拿，它上面我记得它是写1722，跟这个书上查到差一点，它没差了。总之是在，然后呢，它的特色就在于说哈，它有四个面是不是都有时钟，为了让人家从各地都看得到时间嘛。但是因为最早的时候设计的时候没有做好，所以里面的这个机械原理没弄好，然后呢，再加上风很大什么，吹一吹啊，竟然就跑掉了什么的，然后搞到最后时间每一面都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变成它的特色了。结果我现在就故意把每一面搞得有一点不一样，这样，所以人家称作是四面骗子的时钟。那从每一个角度，等一下可以到后面不同的角度去拍拍照。那这个钟楼哈，它会另外花钱，里面教堂里面可以进去，但是钟楼要爬，像另外花钱吧，好像也是2块还是几块，忘记了。然后爬到楼上有一个特色呢，比刚刚进去里面那个拍照还要好玩，是在于说它可以看到整个库克斯的世界，还可以看到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圣芬巴教堂。这个这一面有没有箭头？如果指右边的这一面都写爱尔兰语，指这一面就写英语，所以你到这一面来看，这里是英语。这一面是，这一面是爱尔兰语，一边，对，一边一个，然后上面是爱尔兰语，所以他们很多标语都是这样，那个就是一个爱尔兰语，一个英语，这样。双语。这个13族原住民，所以一个招牌的话，请问。照了，跟那个没有照到不一样颜色。对啊，是啊，对啊。